叫一次，什么？爸爸。爸爸。那小颖，你要叫一次给爸爸，给弟弟听，爸爸。爸爸。好，你看，你给我讲的好标准哦。再一次，爸爸。爸爸。爸爸。啊，爸爸。啊，好乖哦，哈。来，爸爸。这个照片。很厉害看啊、哦！爸爸是在拍弟弟讲爸爸。爸爸。啊、哦，爸爸哈、哦。爸爸爸爸。爸爸爸爸哈。来个照片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看，好一起来看。所以你这样子就没有在里面了呢，你看里面就没有想你了，对不对？弟弟再讲一次，爸爸。爸爸。爸爸，哎呦，泡美眼，泡美眼，然后喊爸爸好了，来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哦，弟弟讲，爸爸喊得好大声哈、哦，来，一起拍，嗯，呀，你要不要笑一下呀？爸爸，爸爸，嗯，好乖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什么？爸爸是不是？还有呢？爸爸。小颖，你要让高铁跑跑看，很快。你会不会放？让爸爸拍下来好不好？来。哦。高铁快出轨了啦！哦，都没有放好，爸爸放在这给你看。咻，你看，爸爸放的就比较对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样会不会？所以再来，爸爸，爸爸，好、哦，好，先关掉哈。哦